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八风八之三之一之一逝者之爱，逝者之爱。哦，基本上这个第一关这个没有什么特殊技能哦，那就是一波哦一波带走一只就好了。哦，带中间这一只好不好？哎呦喂、欸，这个妲己有时候太强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哈、哦。力道有点大哦。Oh no! Oh no! 哦，他还活着，我要储气耶！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心脏没有那么大颗，而且关卡进水珠哦，所以天降会很可怕。对，人家要储一下气而已，不给人家储。我现在连消暗珠都可能会把他送走，所以好像还是得消暗珠哎、欸。送走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的那个什么，哦耶，成功！哦，我们这个魔力召唤可以按就好了。哦，这一对魔力召唤一定要先出来啦，啊，这个恢复力变零哦，防御力200000。我数一下、哦，个十百千万算20万没有错哈、哦，所以我们大声就给他破防下去了哈、哦，因为他血很少哦，所以就对，就直接把他带走了，把他带去哪里就大家开心就好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也看到 miss 哈，想你就叫 I miss you， 爱你就叫 I love you， 啊、哦，我最喜欢大声的 miss 了。以前 miss 没什么感觉，我觉得几率是调高了，因为现在的 miss 是还蛮有感的。第三关这个转化成水浮石哈，那当然我们是避免它转我们的光珠啦。一次就把他全体攻击送走，好吧？哎、欸，看得出来是没有送走哦。不过没关系哦，他只能转其中一个，他不会转两个。哎、欸，两只可能会转两个哦，这样就要小心一点哦。哦，毛鸡鸡哦，毛鸡鸡可以开一下。哦耶！先杀死一只哈，我建议是杀死一只。哦，杀死一只你要储机干嘛？就很方便了，它伤害也差很多，不太痛。因为这样我们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再稍微把技能储一下，这样。哎，我的技能好像都储好了的。对啊，我都储好了，我还储什么技啊？哈，哎，百姓我有这个习惯。哦，安全性的打法。哦，有光珠了哈，不要再装我的光珠了。有公德心一点哦。嘿，很故意呢哦。第四回合，随机小怪人、嗯，好像不是随机，这我不确定，照一张相好了。这个的话，我们开一下哈。
你旁边有两只40%了，我想要赶快把那旁边那两只 KO 掉。哦，第五关是这个新符石锁定，哦，新符石锁定。没有补到，就是帮他补血，就这样，把他5回合赶快弄掉啊，烦死了。嗯，我怎么不知不觉把他送走了？会有扣除20%、欸，我技能是都除满了，所以是还 OK 啦。20%，因为伪王是固定扣血80%，这边90万，我看可不可以一波带走哦，试试看。我们来试看可不可以一波哈，因为这样可以省很多时间了。哦，开龙磕下去，绿出你要的光珠哦。哦，大概就好了。哦，属性相克了，应该是没问题，90万。哦吼吼，打到他脸都歪了。哦，这样我们可以省很多时间哦。反正就是固定扣血80%，但是我们状态还在哦，我们状态还在。那就是来给他送一个天雷的战场，这样打几哈、哦。这个一波下去应该是很舒服的哈、哦。好，就这样。看看我们天雷战场配上打几的威力如何呢？好啦好啦，哇，12 combo、嗯、K， 哦，哇，哇，一个300多万呢，3、1、2、3、4、5，1000多万，哼，真是打他脸都歪掉了。哦，以上是这个8-3-1-1哦，逝者之爱哦的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